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OK， 今晚玩的游戏是这个最近出的手游叫《鹿鼎记》，我全都要啊！这个鳌拜代言。然后我们有一个真的模式跟那个戏剧图的模式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双儿那些的。好，然后一开始选角色，他可以选男生跟女生，那我们选女生吧。女生也是可以拥有女生的当你的老婆这样。我有查过了，那我选个女生吧，选看起来正正的啊，这个笑容不错。这戴墨镜的，我们选这个，那我们选，好，这样就好。会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可惜这个画面是直的，不是横的。那么，在一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。你相信命运吗？好，这个我们学相信。也是呢，芸芸之中自有天意，结局都是从一开始就定好的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你是主角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嗯，幸福吧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你的选择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最期待《鹿鼎记》里的哪一位女性做你的夫人呢？我想一下哦，方怡、真楼，选阿珂好了，我比较喜欢阿珂这个角色。阿珂我记得是算是韦小宝里面最难追的一个吧？是吗？还是最后一个攻略的？忘记了。阿珂，女生我是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你没有奶啊？小宝，不许赖皮，快起来！小宝，难道我穿越了？那梦中人，装傻也没用，这回可是你输了，轮到你画小乌龟了。就刚才有语音哦。如果像是女生一样子，你叫我小宝。站着 S 型，躺着山水画，比那梦中美人也毫不逊色。令你心猿意马，鼻尖凉凉。小乌龟，要不你往脸上再画两只？一手扣住他的后脑，我这的方者穿着什么小宝也不亏啊！哎，大人啊，糟了，小宝来了！美人一把推开了你，什么小宝？我不是小宝吗？夫君，你不会玩糊涂了吧？不是说，你说小宝和双儿相处很有意思吗？让我帮到双儿，你帮到小宝，模仿他们玩耍的吗？搞什么喂？你们古人玩这么大吗？夫君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可能代入过度了。这到底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余念青啊！啊，大人，小宝面前啊！今天是大人上任九品官的第一天，小宝在带你熟悉政务。巡查馆内小姐，请你通话，有资产需要打理，我会通知你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务交给我就行了。经营经营，大人闲的人经营有道，哎，此事收获良多，可点击门客升级属下门客。参见大人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务交给我就行了。影响门客是否强势，大人通过升级提升资质，提高门客属性。大人的势力核心正是来源属下门客属性。五字正妹四种书籍升级书籍可以提高对应的门客资质。若想要提升门客资质，一定要升级书籍哦。您触发神技，出府巡查。刀狂剑智，上选一使，
请问小宝，这女生的样子啊，我是要赶男生比较好啊，你这样赶就怪怪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跑完这个剧情，帮我把双儿介绍给庄三少奶奶当丫头，被下狱。我去地牢救双儿的时候，和双儿一起被掳进宫。当然是在我们赌桌的，当时你把哦，这我跟双儿分的，不要双儿现在。你不会是小桂子公公吧？我去，居然真的是大人。好叔，只要你不要忘记我的恩情就好。是结草衔环。少女的天然体香瞬间润了鼻尖，洁白的细腻的鹅蛋脸泛着几丝羞菌的红晕，但真是香眼灵羞一笑开，柳腰如醉软香哀。你心头一动，眼前美色娇媚惑人，你揽过美人一起做交颈鸳鸯，共赴那云雨雾山。那大家自己想象啊，因为这个不会有啊。战斗，战斗很无聊，战斗不是这款游戏的主要目的啊。哇，女女恋，我觉得我要换男生了，因为这样好奇怪哦。康熙七年的进士被派往扬州做县官，着急的样子哦。今天台风天哦，所以外面有风声很大。也是去皇宫，所以我现在，那我们选前往牢狱。哦，哦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前往皇宫，对不对？跳过练功房，肯定要攻击。转身逃跑。是这样子啊，再重新一次吗？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选男生了，这个存档我不会要。相公，双儿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天为父，地为母，五湖四海。恭迎。
迎老爷回府。相公，双儿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好。大人，府内的事务。然后是什么？领取。恭迎老爷。好，我们换一下男生吧，先跳过。好，这是选男生，然后我们这时候选推门进去。你这个小太监独占这么大的练功房，不简单啊。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？怎么不认识？你认识我还敢如此无什么？你不就是个小太监吗？大家都为朝廷办事，态度不用这么高傲吧。我做的和原作为小瓦应该差不多了吧，看起这下应该对我十分感兴趣的吧。大胆奴才，身为在朝官员，竟然不认得当今圣上，还敢对朕出言不逊。啊，这剧本不对啊，不是应该赏赐我吗？然后跟人都对应吗？啊，原作里小宝身份是太监，而我是在朝官员，这个身份差是无法弥补的啊。来人，朕要将此人打入天牢，给予对朕不敬的981种刑罚。不，我突然的异变，使你慌了手脚，一股万劫不复的寒意从脚底直达脑门。你觉得自己完了，好不容易来到了鹿鼎记的世界，却因为一个小举动，害得自己得罪了当今皇帝。这下死定了，完了，我的宫殿，我的后宫。我是冒失鬼的夫人，皇上，这有件事要跟你禀报。其实我家的夫君他失忆的。是的，皇上，我家父亲从小爱好习武，但是之前一次练武的时候撞到了头，所以临时失去在朝做官的记忆。这么说来，不知者无罪。对了，你说他从小习武？好有意思。这样，你来和朕比试，你若是打赢了朕，朕就胜你无罪。现在的记忆只会小混混打架教室。康熙哪里见过这不入流的武术，在他原本武术这一方面就没有天赋，何况要被你打倒在地。当今皇上就在练武场被一个不知名混混遭他打趴在地，这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能 令人捧腹的一幕。哎呦，你这奴才下手挺重的，岂不是欺君之罪？小人不敢，这是不是多年的武术啊？毕竟这可关系到小人的生死啊。虽然都已经剧情相近了，但中间出现的差错让你差点丢了小命。邪火，你帮我脱下吧。就是助你完成在这个世界的使命。千万不能什么时候按照原本的走向来行动。不知道，我知道我的使命是辅助我夫君你重走韦小宝的路，多的臣妾也不知道了。鹿鼎宫吗 ？OK。好，后面就跟刚才一模一样了。我这边都一样。然后我们攻略双耳啊，双耳脱衣啊，脱衣。相公，双耳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这样会不会被编台啊？天为父，地为母。恭迎老爷回府。
相公，双儿只想一。啊，舒服，舒服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务交给我就行了。领取。OK， 好。超鳌拜服是什么？帮会好，不知道，这个还不熟。四大枭雄是什么？哦，吴三桂、李自成、银两冲榜。这应该是一些 ，OK， 好，这还不熟，这什么？限时奖励，我要老婆，势力目标，这什么？孟建平哦，100万势力 ，OK， 这势力要变大才有了。不是奖励应该不用吧？任务什么？领取？这一些每日活动啊 ，OK， 好，就是很一般，跟大家一样。早班会。上任第一天。好，这门课有这些什么？学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就有什么蜡拿明珠啊、多隆啊、张康年、毛十八、索尔图这样。不忘皇恩，不辱使命。丹药。先生。大人。天为父，地为母，五湖四海皆兄弟。OK， 好。道具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务交给我就行了。还有限时间的，他不能一直点。OK。成就，这有点像经营游戏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恭迎老爷回府。经历。相公，双儿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快没有精力了，我今天要喷完了。相公，双儿只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啊啊！我生小孩了。只是影响，只是等级上限，只是接到不。OK， 好，然后嘞，哦，大师。小大师啊，算了，不要弄取这种接语言。他是女生啊，男生吧？啊，这个啊，女生啊，你改名字吗？好，就这样。恭迎老爷回府。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好，就这样。女儿有啥用？我们先看案件好了。大人，陈光纳是长期在城内聚众赌博，我儿子被带的欠了一屁股债了。看一下哦。打击是怎样？从本官的俸禄中，粮草
鳌拜府，属信王跟正姬。啊？嘿，大人，府内的。就是一直点击游戏，然后增加粮草啊之类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然后呢？出府，出府，好，出府。哦，哦，神龙岛啊，神龙岛怎么出？怎么有火？这是怎样？打架吗？我打得赢吗？大汉，啊，成功失败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云锦房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要语音包是不是？先看邮件。啊，不能一键领取啊。真人双耳，OK。哦，这些都真人扮相啊。我感觉怪怪的。府邸。恭迎了。可以马上用真的吗？怎么换？啊，现在先别换。嗯嗯。啊，先出府。派遣门客学习。来，小柜子，过去吧。宫空缺，哦，这样要一直点是不是？一次只能点一个吗？OK， 然后带什么关卡 ？OK， 哦，这么多、哦，等等等等。关卡这边还有一个战斗，是不是？开始。这个一直打是哦，全部打完了。OK， 我、哦、这个一直打，然后就是看一下打，要不要一次打完这样子。这是第一章的战斗的过程啊，第一章的。然后每一个要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吧，打这么多场吗？然后这款游戏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些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那些美人，还有。哎呦，
我觉得我兵力快不够了。哦，有自动战斗是不是？靠腰。啊 ，BOSS 来了！这谁啊？小玄子。哦，然后才可以解锁下一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然后之后就没有自动战斗了。好，大概知道。好，我们下一章剧情等下一集吧。我先回府邸。嘿，大人，府内的事我就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啊。好了，喜欢频道欢迎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像我更新影片你就想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